好，咁我哋開始啦，好嘛？各位香港市民，各位媒介朋友，呢一次區議會換屆選舉，民建聯派出181位參選人去參與呢次嘅區議會選舉，攞咗21個議席。民建聯今次喺選舉裏面咧，係受到重大嘅挫敗。我哋懇切向支持我哋嘅市民致歉。對於未有投票支持我哋嘅市民，我哋會繼續努力，深刻檢討，希望喺嚟緊嘅時間做得更好，爭取大家嘅支持。過去5個月，香港嘅形勢急劇變化，社會動盪，暴力不止。我哋理解廣大嘅市民對於而家嘅現況非常之不滿，對於前景係感到擔心。我哋尊重同埋接受呢一個嘅選舉結果。喺選舉期間，暴力係冇停止過。民建聯嘅競選工程係受到嚴重嘅干擾，我哋嘅辦事處以至選舉物資係被毀壞，參選人同埋義工助選團受到不同程度嘅暴力威嚇以至滋擾，競選嘅活動咧係好難係順利展開。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嘅參選人、我哋嘅義工仍然係繼續係幫我哋手去助選、去拉票。我哋向佢致以最衷心嘅感謝。我哋特別亦都要感謝廣大嘅市民喺呢一個咁艱難嘅時候，繼續用腳行出嚟投票支持，俾我哋鼓勵我哋，表達咗希望社會重新出發，停止暴力嘅訴求。我哋感謝所有市民在今次選舉裏面投票，表達他們的想法。我們希望支持我們的朋友是不要灰心，繼續為香港發聲，大家的聲音是不會被忽視。我們都會緊記他們對我們的要求，他們對我們的托付。我們亦都在這裡再次是感謝在競選過程裏面所有協助我們的義工和團體，在非常艱難裏面展現的勇氣和拼搏精神，給了我們最大最大的支持。對於沒有投票給我們的市民，我們必須是反求諸己，認真總結改善，是在未來繼續努力爭取他們的信任和支持。民建聯是這一次的選舉受挫，對是市民對我們的鞭策，我們一定會全面深刻地總結這一次的挫敗教訓，認真檢討，重新出發。我們的團隊不會散，我們會更加團結和努力服務香港市民，建設香港的信念和決心不會改變。
我哋係繼續會喺社區係耕耘，踏實咁做好民生工作，因為我哋係知道係市民係需要我哋手啊一齊去解決社區問題，而呢個服務社會亦都係我哋民建聯成員嘅初心。我哋同一定會同社會各界一齊推動特區政府改善施政，扭轉當前嘅困難局面，重建香港和諧安定嘅局面。最後，我希望咧喺度係藉住呢個機會咧，係再次係多謝投票支持俾我哋嘅市民，多謝所有嘅團體、義工朋友喺咁艱難嘅日子裏面同我哋並肩而行，俾咗我哋最大嘅支持同埋鼓勵。對於我哋好多嘅議員未能當選，我哋係深感係難過、歉疚。對於未有投票支持俾我哋嘅市民，我哋嚟緊係會繼續努力去爭取大家嘅支持。咁容許我喺度咧係鞠個躬，向市民咧係表達呢啲心聲。我哋喺前邊。Sorry 想問翻咧，即係今次你同 Holden 而家都企喺度啦，即係你覺得今次咧，即係民建聯咧慘敗或者大敗咧，會唔會係因為你哋做咗個錯誤嘅決定，即係背棄咗民意，即係嘅一個即係自叫自食惡果嘅一個結果，定係即係特區政府拉你哋嚟陪葬咧？你覺得？另外想問翻咧，即係其實2003年嗰年咧，就即係區議會選舉大敗咧，你嘅師傅阿周成咧係辭去黨主席，頭先冇聽到你有呢個動作，即係會唔會你都有呢個考慮咧？最後想問翻，頭先你都話會即係希望即係收集民意去即係反省，同埋即係希望同特區政府即係傾翻，即係點樣可以修補翻而家嘅社會。五大訴求當中，特別係獨立調查、調查警隊呢、這個，會唔會而家你哋經過咗琴晚之後，你哋係會認為要改變你哋一路撐警方嘅態度咧，去回應翻民意咧？對於今次係我哋面對重大嘅係挫敗，我哋唔希望揾任何嘅藉口同理由，係我哋做得未夠好，未得到係大部分市民嘅支持。我哋咧會謙卑聆聽民意，深刻檢討同埋反省，希望喺嚟緊嘅時間咧係做得更好。咁至於點解會係敗選，我相信係一個綜合嘅原因。正如我講，我諗未必係短時間咧可以去逐一分析。你頭先提到就係我個人嗰個承擔嘅問題。我今朝早起開特別中委會嘅時候咧，亦都係表達咗係對於今次民建聯面對係嚴重嘅挫敗咧，我本人咧認為我需要係承擔係責任，所以咧我已經向中委會提出請辭。中委會咧亦都經過討論，中委會咧係並不同意咧係我嘅請辭嘅。點解啊？等我補充交代今日我哋有關特別中委會嘅情況啦。大家先，不如可能講埋嗰個即係獨立調查嗰樣嘢，稍微一次個答案先啦。對於其他方面，我哋剛剛完成選舉，正如我頭先提到，市民嘅聲音係好清楚，我哋亦都聽得到，我哋會認真係做好總結。其他方面咧，當我哋做好總結咧，就再同大家去講我哋總結嘅結果。我哋首要嘅工作亦都係要團結翻我哋嘅團隊，感謝我哋嘅支持者同義工投票俾我哋嘅市民，希望佢哋唔好因為我哋今次嘅挫敗而灰心。所以我哋先做好呢個工作，亦都會做深刻嘅反省同埋檢討，再同大家講。大家知道剛才我哋民建聯咧係開咗今次選舉之後嘅一次嘅特別嘅中央委員會。喺會議當中咧，係李慧瓊主席咧，佢曾經咧係主動係提出咧係希望係為今次民建聯喺選舉裏邊嘅挫敗咧係承擔呢個個人嘅責任咧係請辭。喺剛才特別中委會裏面咧，其實我哋好多嘅中委會就住李主席所提出嘅請辭咧，我哋大家咧係作出我哋嘅意見同發言。喺
可以咁講，喺最後咧，我哋呢個特別中央委員會咧係通過咗一個決定咧，就係我哋並不接納李慧瓊主席嘅請辭。我哋希望李慧瓊主席咧係能夠繼續係留任我哋民建聯嘅主席，去帶領我哋民建聯咧係面對面前嘅挑戰，以及咧同大家一齊咧喺恢復我哋香港而家嗰個嘅社會嘅秩序，希望能夠咧盡快社會咧係回復安寧，解決我哋而家香港目前嘅困局。呢個咧係剛才我哋喺特別中委會裏邊，我哋各位出席嘅中委，我哋一致支持嘅一個嘅決定，好嘛？我補充一點啫，我自己亦都喺今次嘅區議會選舉係未能勝出。咁我自己知道咧，係會翻去我哋會做自己嘅檢討，一定係有工作有不足嘅地方。咁我會係翻去做好自己嘅檢討。咁亦都想補充一點，就係剛才我哋喺中委會裏面，我哋中委會係一致，大家都認為希望係挽留李主席繼續帶領我哋民建聯。帶領我哋民建聯去繼續做好我哋嘅工作。高陣，你有冇覺得你累咗全個黨啊？而家我剛才頭先已經講咗，我認為我自己我個人係有工作做得不足嘅地方，我承諾係會翻去係做好呢啲檢討。咁今朝早我亦都有喺社區裏面謝票，我亦都再三感謝尋日係出嚟投票支持我哋嘅一班嘅朋友，社區裏面嘅居民，我都再三感謝佢哋。咁我會做好自己嘅檢討。I mean, why has Tea Party refused Ms. Lee's resignation and would Ms. Lee think in the job become more difficult if she stays on? And secondly, would VABs become harder for next year's national elections? I mean, what is your planning and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harder for the party? Let me ask your first question. Actually, during our meeting, our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we truly believe that the failure in this election is not due to the personal liability of our chair lady. We believe that actually is a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of our party, and we hope that we would have a refreshing and we'll feel much better in the coming challenge. So therefore, we unanimously decide that our chair lady be remained as the leaders of our party to face the coming challenge. 想問翻係咪即係中委會即係都通過咗挽留，即係李慧瓊即係留翻，即係你自己都會選擇即係可以繼續帶領翻個黨咧？另外就係即係覺得今次嗰個結果，你話係一個綜合性嘅即係敗選嘅好多原因嘅。咁你覺得同即係支持逃犯條例啊，同埋可能之後再撐啊，即係政府做呢個無聯辦有冇關係咧？即係林，你覺得政府今次有幾大責任力度？即係因為你哋不嬲都係同政府有一個好緊密嘅關係，而家政府嘅民望都係歷史可能新低咯。政府有幾大責任咧？即係你覺得？而家民建聯係最艱難嘅時候，我個人嘅去留係我個人認為都係一件微不足道嘅事。關鍵咧，我認為而家最重要咧就係要帶領要團結翻我哋嘅團隊，因為事實上今次我哋有好多嘅議席係失去咗，咁所以嚟緊咧我亦都會集中係先係落區。去聆聽我哋嘅唔同區嘅聲音，希望咧喺團結我哋嘅團隊支持者義工方面咧多做功夫，我哋亦都會咧係做好檢討嘅工作。當檢討結果有嘅時候咧，再向大家講。至於你話政府嘅責任，我相信咧今次市民透過係區議會選舉係表達嘅聲音咧。除了我哋，其實係政府咧都係清楚聽到嘅。咁我亦都期望政府咧，亦都係要深刻去檢視、檢討佢過去工作特別喺呢幾個月嚟處理逃犯條例，以至係恢復秩序方面嘅不足。我相信咧，呢個都係普遍市民對於政府嘅要求同埋期望嚟嘅。想問下三條問題，第一條問題咧就係即係今次其實都係源於建制派即係支持咗逃犯條例，所以令到即係整體都大敗啦。你點樣評估以後同政府嘅關係咧？即係會唔會有政府嘅譬如一啲法案上立法會，你哋會再即係會走同
同政府走得咁近咧？第二樣就係、是、即係你哋以往都係有最多議席嘅政黨啦，即係都有好多資源同埋議席，但係今次就大敗輸咗啦。咁就即係嚟緊你哋著重地區民生嘅路線會唔會有變咧？第三就係、是、即係今次得21人當選啦，咁就基本上都唔夠你同 Holden 咧就爭呢個超區嘅選舉嘅。咁係咪即係可以講話即係嚟緊超區民建聯就會派你一個選舉？我想你一系列的問題呢，我們都會在我們檢討和反思反省的過程裏面呢先去處理了。由於剛剛才完成選舉，希望大家諒解和理解我們並不能即時呢是回應你剛才一系列的問題。不過我再次強調，市民的聲音我們很清楚聽到，亦都知道呢是也都承認呢我們過去工作呢是做得不夠好，我們需要呢是去檢視，讓到呢是我們工作做得更好，去恢復市民對我們的信心。我們再次呢是對於投票給我們的市民，在這麼艱難在這麼困難的局面，大家依然站出來撐我們支持我們，我們是表示衷心的感激。我們特別多謝所有的團體義工，是你們呢在過去幾個月來冒著滋擾被起底的困難呢依然無畏無懼撐我們，我們做得不夠好，讓到今次的選舉呢我們遇到是重大的挫敗，在這裡我們也都會深刻反省，希望呢是將來做得更好。但是我們必須強調，我們今次是輸了很多議席，但是不會輸了我們的初心，我們服務社會建設香港的初心依然不變。我相信我們的團隊、我們的義工、我們的支持者依然呢會繼續是支持我們、推動我們、是鞭策我們，在接下來無論地區工作和議會工作呢是都是做得更好的。好了，我們差不多了，謝謝大家。那麼多位你大那個李大人有多個學生請問你們會不會響應岑子傑那個呼籲去支援聯署啊？ Sorry 會不會支援聯署啊？ Sorry好，我再讲。